不用弄了，满活了。盆小不小？盆搁这里。搁那里啊？直接到这里洗一下得了，冲一下。21块钱斤。不是，人家王明阳说了，那个开车去就贵，走去就便宜。完了之后，我的完了，说让你爬着去，不便宜吗？不是说爬去便宜，爬去都不要钱了，这哪来的？这是啊，买房还这说的啥？我哪知道啊？王明阳说，阳说的。啊，哎呀，这不贵，不到5斤呢，21斤，500块钱嘞。这咋还添一张了呢？泥头，今天吃的泥头的饭。这是谁整啊？大刘的。大刘。小妹儿整。我都给你材料都给你切好了。小妹儿整。快点整吧。小妹儿整，快点。我为你煮螃蟹去。快点。我不是，我煮的菜炒柿子我不会。炒那个，我炒不下。不是你那一样，你那个炒你就。你咋这样呢？我没看过洗螃蟹的吗？这苞米能吃了吗？老了。别老了。今早你上先给我干了。两斤啊？两斤上饭多少？那吃点，你忙吃饭，吃点饭，那拿的。那我拿点给我爸拿去。那真忙呀！哎呀！哇！呀！开锅！十分钟。咋不动啊？给他留两个呀。这不是油馍呀、油馍和炒馍。炒馍。炒馍油馍，都是大姐夫捡的。大姐夫。小眼神把那炒馍给揪的，我天，都揪回来。哈哈。你给我炒完了。送点欠子，大姐夫啊。对，下边给我。行。你找啥？炒油，你找啥呢？顶上，大姐夫。我找海鲜酱油。海鲜酱油这儿呢。咋的？煮螃蟹搁酱油？我调汁儿了。增产增收，乐到秋，开学你就不乐了，你乐到秋去。这汤是个汤，怎么能活着呀？还能活着？这面积多大呀？这家圆乎啊！这个铺的那圆乎不对，自个儿铺的那圆乎。好了，好嘞，房都出来了，对，行，18分钟这两个是，这玩意儿就是一对儿，搞第二对儿就完。可以站着吃，也可以坐着吃，怎么吃都行。吃饭吧。饭没吃着，眼镜没吃着。眼镜没吃着，留点给送去。哎，这么些呀？二十饼。就昨天烙饼了，腾上了，有米饭，有饼。哎呀。这蘑菇150斤，大姐夫踩。是吗？我负责整。哈哈哈哈大姐夫负责踩，你要不是负责踏。近视眼，到那地上挺好使的。因为我俩都过去了，这捡个这么大呀？你捡这么大？人家假的吃的金鼻瞪眼的。好吃啊！那好吃，那吃的金鼻瞪眼的。尤其是蘑菇，太好吃了，快吃吧。装回来。拿到哪儿？啊，拿到哪儿？
水高点儿啊。要不要不啊？高点儿，这能够吃吗？你说。要不要不？我管你们够吃不够吃的。还不够吃啊？这些吧，够了，够了。这菜还得拿。你来啥吗？我呀。啊。我又要找你。